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摩根。这两天体验服可是天翻地覆的，加强了好多英雄，冷门英雄也是连续加强。米莱迪接连被加强两次，上次加强后，米莱迪大招可以标记防御塔了，无兵线拆塔也就几秒搞定，非常强势。一天后，也就是现在，米莱迪又加强了一次，机器人的生命值得到提高。不过这个不是重点啊，开启大招后，范围内机器人的移速从30%提高到100%，机器人的快速支援能力快得让人难受啊！并且米莱迪的大招可以拆水晶。没水晶的时候呢，轻松虐拳让对方毫无体验感，虽然可以加血，不过被人堵着泉水打确实打脸啊。不过还好啊，这个功能已经被取消了，现在米莱迪大招是不能攻击敌方泉水的，但是这个大招标记防御塔后的拆塔速度和支援速度，可以让米莱迪成为下一个热门英雄了。无伤偷塔打默认人机或者极限偷塔翻盘都可以轻松搞定。这么解释一下啊，如果双方都被团灭，就剩一个米莱迪，中路两个防御塔一个基地，在没兵线的时候从二塔开始推，可以直接一波带走结束游戏。然后说一下被连续加强5-6次的狂铁，这又被加强了一次。上次从能量充能后的输出平 A 回血值都大幅度提高，自带银血，被动刷新速度超快，这都是小问题了啊。本次狂铁又获得史诗级加强，以前加强的数值不变，本次加强一技能的宽度比以前宽了1/3，范围很广，这也可以看得出来啊。并且一技能的 CD 从固定7秒变成了固定5秒，大招的 CD 从固定16秒变成了固定12秒，什么概念呢？我们试一下啊。狂铁正常出装 CD 达到40%后，一技能3秒一个，大招7秒一个，狂铁打架肯定要平 A 对吧？一技能后平 A 3下又可以释放技能了。平 A 和一技能的持续回血能力让狂铁处于战撸不败之地，除了秒杀，想持久战撸狂铁那就要多掂量一下了。但是一个一技能可能做不到啊，如果加上大招的话就轻松了。狂铁满 CD 大招也就7秒一个，大招加成存在6秒，也就是开启大招跟人家打架，加持用完1秒后又可以开启大招了，等于1秒一个大招，3秒一个一技能。战撸除了秒杀他，其他还真难搞定狂铁，强悍程度大家可以看得出来，感觉快死了但是就是死不了，越打越强，这或许就是主角光环吧。大家可以开始练习这两个英雄了，狂铁和米莱迪如果保持这样的效果不变，就是最强悍的上分神器了。大家记得点赞收藏关注一下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